为了带动新加坡客家文化保存研究的发展，新竹县文化局筹备下组替竹北市新加坡盼年好客送好茶的发通，用新竹县生产的凤茶、碰凤茶同绿茶叶豆三种调制出的叶茶，可以20桌的茶席，邀请民众来体验试茶，希望有行客多年来认识客家族的茶产业文化。茶中人员小解茶名品种，每讲解茶器同泡茶流程，民众试着来试看下碰凤茶。台北新竹县文化局特别请到业内的茶商业者向下参加，透过茶名的种类，希望用心认识茶体界茶产业。今年的好客上好茶非常的多元，包含了是在地的老茶厂，包含了是台红茶，还有锦泰沙坑，还有复兴茶行等等。参加发通的民众系用名录同现场报名，那唔涉及买茶杯，只是入场，先到品质安好嘅碰凤茶同凤茶，还是体验绿茶，同欣赏茶土表现的到，民众是起到惊呆。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很好，就是这样子，民众也乐于参与，然后也让这个活动能够更圆满。这样子，我可以看到很多老师在帮我们教我们怎么喝好茶，然后怎么处理茶，怎么制作，怎么泡好茶给我们喝啊。然后他会跟我们讲一些简介一些东西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除了些茶文化之外，主办单位还安排艺文表演同西式文创商品的摊位。透过礼拜六日中秋了后的时间，用心参加莫庆款两百个活动，希望新加坡的空间，顺便做推动地方特色的文化平台。客家新闻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